了了，只不过是放弃台湾的领土权，伊讲 right of territory。你哪有听到我讲日本放弃主权？有无？无嘛，各位，所以今年第一万年甲多点万年讲，台湾人无国籍，日本呢？西岛跟我见面，见四百面。日本的外务省派人跟我见两摆。最近嘛开始较勇啊呢，因为啊嘛，因为我甲讲，日本的北方四岛和台湾五个所在，拢是日本的国土。伊惊着呢，但是一直顶礼拜。嘛是顶个顶顶礼拜，伊宣布讲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国土，苏联抗议嘛无效嘞。我有甲伊教呢，无你先宣布讲北方四岛是日本的领土，你然后甲苏联签和平协定，恁一定感觉真奇怪，谁人要签和平协定？和平协定若签落，苏联都要撤退，因为国际法讲得足清楚，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所以和平条约签落去以后，我们日本的正式结果，苏联都要离开啦。你甲看以色列加沙走廊占领30年，伊当地有土地无？有啊。有政府无？以色列啊，有人民无？有啊，有外交权无？有啊。加沙走廊敢是国家？唔是嘛？战火那久都要离开，回来讲台湾，台湾这片土地，在1951年9月初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无任何的条约讲日本会使将台湾人的国籍去除。我最近写了着比日本当年比台湾所讲的政策写得足清楚。为几月几日开始，台湾人变做日本的国籍？台湾人的日本的国籍，伫什么时阵去予日本摕了？1952年的2月，日本当兵发呢。宣布讲，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台湾人的国籍是日本国籍，去除。我来问日本啊，伊的外务省啊，我来问啊，